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you're listening to Chinese Pod. I'm Jenny. I'm John. 这样，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网站。哪个网站？点评网，点评网。哦，点评。嗯。So we're talking about reviewing stuff, reviewing restaurants, right? 对，这个网呢，就是像这样说的，都是关于一些饭店的点评，就是评论的意思。这个点评我们可以理解为 review。没错，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这些 review。All right, let's get into it. 好。女儿，哪里的本帮菜做得比较好？我们老同学要聚会。老爸，你上点评网吗？什么东西？点评网，上面有网友对大大小小几万家饭店的点评，我都是用它找饭店的，你过来看看。哦，就是这个，怎么没有饭店？有啊，你看这儿，有餐厅排行、菜系和地区搜索，你可以自己选择。嗯，你点这个排行看看。哎呦，排在前面的都那么贵，人均消费都要上千块，大概都是餐厅付钱做的广告吧。那你自己搜嘛。回到主页，先选本帮菜系，然后选地区，你们打算去哪里？嗯，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那块吃的地方很多，我们现在点搜索。你看，人民广场附近的本帮饭店都出来了。爸，你坐下来慢慢看。哦哦。每家店都可以点进去，里面既有网友写的点评，也有人均消费和推荐菜，有的还有照片呢。信息蛮全的，也比较客观。现在网上还真是什么都有。哎，这个排列顺序有讲究吗？一般点评数量多的排得比较靠前。哎，怎么同一家饭店，有些人说好，有些人说难吃的要命？吃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如果很多人都说好，就说明真的不错。啊，看来老爸真是落伍了。女儿懂得比我这个老爸还多。对了，这么多饭店，如果一家一家看，还不看花眼？你在这边选一下价位，就好找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点评啊？对啊，这样才公正嘛。爸，你自己看啊，我还有事，得出去一下。哦，哎，你别走啊，这里有个优惠券，怎么打印啊？哎呀，很简单的，你自己弄嘛。哎，Jenny， 第一句就有这个词本帮菜。哦，对，我们听到爸爸他问女儿哪里的本帮菜做的比较好啊。对，我的词里也没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呢，它是上海的方言啊。那本帮菜它指的也就是上海菜。 OK， 那我们可以说本地菜吗？嗯，不行，本帮菜是一个固定的说法啊。 OK，本帮菜、嗯、对，是上海对上海菜的一种说法。但是现在在中国其他的地方，你要说起来本帮菜，人们就会想到，哦，你是在说上海菜啊。 OK， 嗯，其他地方的人不会叫自己的菜本帮菜。 OK， 明白了。那么点评网呢，在中国确实有这样一个网站，它上面就是有网友对大大小小几万家饭店的点评，而且就是对在他们城市大大小小几万家饭店的点评。哇，几万家。对啊，上海就有好像三万多家饭店。 So we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restaurants。 嗯，那么这个大大小小 What does that add to the meaning？ 它就是说的不仅有高级的大饭店，还有那种很小的饭店，就是各种各样的。 OK， so we already have the amount。 嗯，几万家，没错。 And then in front of that we have 大大小小， meaning of all sizes。 对，就是没有歧视，没有 discrimination。So in English, we would say tens of thousands of restaurants of all sizes. 对，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点评网上它有一些功能啊。那么上面有餐厅排行，餐厅排行，
那么这个排行就是 ranking， 对，也可以说什么排在第几位，对，排在前面，没错，可以做动词来使用。比如说在点评网上面，排在前面的饭店呢，就是可能比较受欢迎，比较好吃，或者比较贵的啊，最差的排在后面，对， OK。 那么除了有餐厅排行之外呢，你还可以就是通过菜系啊、地区啊搜索饭店。 OK, so you can search according to cuisine type and region. 没错。 Like geographically where you are. 是的，菜系和地区搜索。那其实我们找饭店的时候呢，通常也会考虑价格嘛。有些饭店很贵，人均消费都要上千块。人均消费都要上千块。那么这个人均就是每一个人，对，平均。是的是的，平均。So average person. Expense. 没错。上千块。对啊，中国这样的饭店很多哎。就是可能吃鱼翅鲍鱼或者很高级的法国菜，法国大餐。等一下我要问清楚。哦，我们两个人吃饭。要2000块人民币至少。哇哦。那这样我们点一瓶好的葡萄酒可能就要2000块了嘛。太高级了。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一样。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 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That's right, Chinese 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 好，那通常呢，你上了点评网之后，就看到它是有排行，那你就会想，这个排列顺序有讲究吗？排列顺序有讲究吗？ Okay, so 排列 refers to them listing out. 对。顺序 is the order. 对。So the order that they're listed out, 有讲究吗？That's like, is there some reason behind the way it's listing them out, 对吧？对，有讲究说的就是有原因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Like, is there a reason behind the organization? 对。The way it's listing out. 那 Jenny, 后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说法。8个字的成语。对啊，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Yeah, this reminded me of a saying in English that my mom used to say.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啊，这是拉丁文吗？ Yeah, Latin. Like, there's no disputing taste. 对，那其实虽然这句话很长啊，但是意思很简单，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Actually, I think the Chinese, you can kind of figure it out if you look at the characters. The Latin's a little hard to figure out if you don't know other languages, but... 那我想其实这句话也说得很对啊，吃这个东西口味嘛都是很个人的。是啊，那这个说法再来一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不是ninja吧？不是不是，这是另外的东西啊，不一样的。好好。那通常呢，我觉得这些高科技啊，一些新的产品的话呢，老年人就比较不了解，比较落伍。落伍、so they've fallen behind the times. 对，比较落伍。那今天对话里的爸爸就是这样啊，他看到点评网上有这么多饭店，他说哎呀，都会看花眼，看花眼。那这个花眼到底是什么概念啊？花眼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就是你都看不过来了。 You're kind of dazzled. 对。 Confused. 是的，这叫看花眼。好，那点评网呢，你可以通过地区啊、菜系搜索，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价位，你可以选择就是适合你的价位。价位。嗯。So that's like a price range? 对，价格的价，位就是位置的位。那大概有哪几个价位呢？比如说便宜的，人均消费50到100元。哦，这是一个价位。对，然后也有比较中档的，这100到200元。OK. 一个价位，一个范围啊。那点评网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都是网友的一些点评，所以大家觉得比较公正，比较公正。OK, 公正。
That's kind of like impartial? 对。公平一样吗？稍微有一点不同啊。公平指的是就是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嗯，对吗？然后公正的话呢，他就是说的大家都可以来发表意见。Okay, so pretty much impartial instead of fair. 对。那当然点评网还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有优惠券。哦，可以打印出来是吧？对，我就经常干这个事儿，便宜20块钱之类的。那么优惠就是 discount。对。优惠券，嗯，like a coupon。对，券就是一张纸，一个 coupon。Okay, Jenny, dialogue one more time. 好。女儿，哪里的本帮菜做得比较好？我们老同学要聚会。老爸，你上点评网吗？什么东西？点评网，上面有网友对大大小小几万家饭店的点评，我都是用它找饭店的，你过来看看。哦，就是这个，怎么没有饭店？有啊，你看这儿，有餐厅排行、菜系和地区搜索，你可以自己选择。嗯，你点这个排行看看。哎呦，排在前面的都那么贵，人均消费都要上千块，大概都是餐厅付钱做的广告吧。那你自己搜嘛。回到主页，先选本帮菜系，然后选地区，你们打算去哪里？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那块吃的地方很多，我们现在点搜索，你看人民广场附近的本帮饭店都出来了。爸，你坐下来慢慢看。哦哦，每家店都可以点进去，里面既有网友写的点评，也有人均消费和推荐菜，有的还有照片呢，信息蛮全的，也比较客观。现在网上还真是什么都有。哎，这个排列顺序有讲究吗？一般点评数量多的排得比较靠前。哎，怎么同一家饭店有些人说好，有些人说难吃的要命？吃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如果很多人都说好，就说明真的不错。啊，看来老爸真是落伍了，女儿懂得比我这个老爸还多。对了，这么多饭店，如果一家一家看，还不看花眼？你在这边选一下价位，就好找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写点评啊？对啊，这样才公正嘛。爸，你自己看啊，我还有事，得出去一下。哦，哎，你别走啊，这里有个优惠券，怎么打印啊？哎呀，很简单的，你自己弄嘛。哎。OK, Jenny, 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点评网是真的，你可以去上。对，在中国的朋友也许你已经在用了啊。那确实是现在我们找饭店啊，然后看哪家饭店比较好啊，都会上点评网。它应该是中国就是最早出现的，都是网友自己的意见自己点评的一个这样的关于饭店的网站。那么网址就是dianping.com 是吧？对，要拼，对，是后鼻音评，点评啊。对， P-I-N-G。 那我们不是为它做广告啊，只是告诉你一个在中国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比较流行的一个现象。Yeah, so after you visit it, you can come back to us with any questions about it. Leave them in the comments on ChinesePod.com. 对。And we'll help you out. 我觉得你看了点评网之后呢，也会流口水，因为上面还有很多照片。去看吧。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次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1004.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1004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1004.